我叫陈丽，然后我来自中国上海。这次我来佛伦萨的话，我带了两组作品，一组是这边的，这个是南瓜地上的秘密约会。因为呢我很喜欢欧洲的文化，然后呢又因为我是来自东方的一个艺术家，所以呢我很希望能够把两种文化很好的结合在一起。其实我的很多灵感来自于我的梦境，然后我希望有一些非常好的正能量带给大家，所以呢我的一些想法和一些设想都会从一些很美的角度来结合。这次另外一组作品的话，就是我的这个作品是鱼女王。当然我灵感因为来自我的两个小朋友，因为他们觉得妈妈这个作品是妈妈鱼，他们非常喜欢，所以我也是这一次特地带了这组作品过来。我也希望能从一些非常有灵感和灵性的一些物种的身上能带给大家一些更多的正能量。其实这两组作品的话是在几年前创作了，然后呢是在今年我重新把它做了一个更新的结合的创作。这一些的作品的话原本来自我的一些架上的绘画，我重新赋予它新的生命，然后创造出现在的这一个尺寸和这一种新的一些模式带到这里展现给大家。我来到这里就觉得这里和我们的国家非常的不同，是有一些更古老的文化在这里。当然在我们的东方也会有一些更古老的东西在一起，我会觉得这两种结合在一起是一种更新的碰撞。我很喜欢这座城市，也希望你们能够喜欢我从我们的国家带来的这一种不同的艺术。我觉得现在的艺术的话，它能够接纳更多的一些表达的方式，我也很高兴能够接纳像我这种的表达的方式。所以我在这一次的展会上面看到了很多种的艺术融合贯穿于此，也非常高兴能够让所有人也看到我的作品，接受和接纳我能表达的艺术。